因为我的护条只有100而已啊。可以打王喽！最近王越来越多喽，之前都是小菜，是不是？靠，是什么王啊？要打他肚子里面那个、喔。终于有王可以打了。哎呦！可是我看到他扣血、啊。他打我那个防护罩就25滴哦，我要怎么闪你这一招？往前跳吗？那人该死，好像也不用哦。可是我怕他冲锋啊。有啊，他有在扣血。我靠！等一下哦。没防护罩的时候打到他就对了，那有点伤拿这个打他有点伤。拿这个打他完全好像有点没 feel 的样子。近一点看他好了。Oh shit， 会怎样？我们思考一下要拿什么武器打、啊，拿这个好了。送他一发老大哥啊，可是好像不痛老大哥打完好像不痛。自己本身打过、啊，等下是无敌，是不是？怎么打他都，怎么打他都不痛不痒。我靠！火焰在旋转了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还是打一只哦，我快没血了嘞。看到这画面也不用起，我又死了，我死了两次了吧？我先换老大哥打他们好了，对吧？哦，这么痛哦，怪越多好像你们，是吧？这超烦的，这个怎么闪？这个那个旋风一直往我这边打过来，超烦。这个超烦的。我后来想到他如果又往你这边转的话，你赶快跑到另外一只，让他结束转的动作，不然超级烦的。后来转什么的？然后这个黄色球好像可以打掉，又不行打掉。好像也没差他这一次怎么突然掉一大堆血？刚刚都不给我。对啊，刚都不给我洗。如果这时候老大哥三发就好了。
只能一直跳了，因为我刚刚不跳，我就觉得怪怪的。啊，快点快点 ，shit man！ 再次再次再次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，想看你怎么被处决的。有了、哦，哇靠，他好像螃蟹哦，壳被我打爆了。另外一只。差不多了吧？哇 ，shit， 大哥吗？我不忍心把你打死啊！我一定要处决你。接着从正面来好了。原来这一只刚在祭拜是你。刚在一个道路上面看到那种很多小条的。好像已经作为化石的那一种，应该就是他躲在里面了。嗯？哦，这个就魔窝，终于拿到了。哎、欸，以前战士盔甲穿那么帅啊！我是第几届的？这么屌，